实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按年申告。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当然有一些关于说我个人本人跟奇美博物馆介入了花博的标案，甚至说我们拿了很多的标案，还是说我去进入市长室市长会议室去主持会议，那这些当然都不是真的。所以不得已，我其实真的是很不想告人，但其实我们以后想要成为社会做事情会有一些些的困难度，所以纯粹是为了这样子，想说还是要让社会风气好一点。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坐在市长的两边，那我的左边应该是副市长，朱燕老师的旁边是建设局长，因为这是建设局邀请的。那我想一般会议如果我们邀请专家来做諮商，通常都会是客领域人家坐在那边，坐在那边。所以后来市长离席之后，其实是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副市长接着主持会议的，那整场几乎都是周董老师在场。